天，快让他吃两口。你看，这一吃上，世界都安静了。你的手如果这样拿不方便的话，可以反过来放，然后拿着放，然后就是一定要让它就是有奶，然后就是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这个奶嘴的前三分之二一定是要有奶的，要不然它容易喝进去空气。这是真饿了，哼，是真饿了，嗯。你们买这个奶瓶刚好这个大小也合适。就是他可能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可能喝的少，但是这个奶瓶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。上一次有个妈妈，然后拿奶瓶可大。